我都快认不出哎呀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你结婚了？This is my wife， 赵母生。 赵，你找陌生人结婚？怎么外国人找熟人结婚？Jason， 啊，好吧。哎，那个 ，Hello， my name is Jason。 你好。Welcome to Los Angeles， beautiful lady。 哎，你吃咱们当地的菜应该会走了。好，来，心里给我吧。你没有心里啊？好，来，走吧。那就 follow me。 这是什么事呢？加州最大律师所之一的合伙人不喝冒险，海水不可斗量嘞。我还以为律师哥跟你一样，只会自己的。看看你，你就没有人家这种风格。你喜欢这种？很帅啊！哎呦，我干这么等事呢？能干欣赏啊？像我一样等事老清爽。 就是在你去过的那个律所，我在实习的地方认识的。那个时候两家律所有一个合作项目，我跟他是一个项目组的。我嘎子马上哭了啊！小心开车。啊，毛门太阳啷么子呀？啥啥说呀？没事。哎呀妈呀！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嘿 ，Hey，what is your perfume for this? Just Michael. Oh, smells so good. So, okay, let's finish the work for today. You can go back home. Just prepare the stuff for tomorrow, okay? So tomorrow we're going to let's talk about work, baby. Let's talk about work. Okay, have a good night. Thanks. Bye bye. 哎呀妈呀！哎，我跟你说，我秘书呢，未必是我们这儿是最能干的，但是呢，她是最性感的。你看这个腿呀，细的嘞，这个身材，厚的嘞。英慧的律师呢，我跟她很熟，她在这个行业做了很长时间，她人际关系非常的好，叫 Smith。 Smith 呢，我估计嫂子当时跟英慧离婚的时候啊，她有在办这件事儿。对。 Smith 先生看起来非常可靠，可是我不知道他会。看起来非常可靠，看起来呀，好了，你被骗了，洗海子。我跟你说，哥哥，你要知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复杂。既然你从那么远的地方都跑过来，我知道你肯定对这件事一定有很大的把握。但我们缺乏人证。我不能作证吗？你当然不是人证。你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啊。 要不然，英慧肯定会说嫂子是因为想要和哥哥结婚，才自己伪造了这个判决书。那怎么办呀？是不是一定要找到那个伪造判决书的人？但我个人认为 ，Smith 不可能自己出来自己告自己啊。判决书是 Smith 自己伪造的吗？很明显，他们不会找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件事。不过，这个人也许是个突破口。Tom Wolf。 对，我想起来这个人了。当时我们一起找了公证员去公证，所以我从来不会想到这件事是假的。我记得那个人是一个白人，我们要去找到他吗？没错，这个 Tom Wolf， 他明明知道判决书是假的，他还在上面签字，他肯定是被别人收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找到他，说服他出来给我们作证。我想联系一下英辉。 说不定这件事情就可以不用这么复杂。现在还不是联系他的时候，在拿到确切的证词之前，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来美国了。是的，他不知道你们来了，才会放松警惕。雨晴，我们什么时候去找那个公证员？找他之后呢？打他一顿，让他说实话。真的？ 干嘛骗我？吓我一跳，我还以为真的呢。哎，不过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你打架的样子。你很期待？当然。我说实话，律师这个职业还挺好玩的，就像破案子一样。
嗯，要不下次你再有什么好玩的案子的时候，带着我怎么样？我可以给你拍照取证啊。敬谢不敏。你说什么？就是大材小用的意思。So that's just a piece. Enjoy me. 谢谢，不客气。